是的，可以，就是还就是有岁月感，可以用。对，这个我们应该明年才做，今年也这个。今年机器，你这个用的是佳能的。对，这立马用来录 vlog 的，会卡线调色，根据光来调。不然就要像摄影师似的，你自己去手动调，我就不会，我就用那种傻瓜的调。挺好呀，因为我感觉色彩出来的很不错。